是什么让你沉默？喂，亲爱的。你在哪儿呢？我在跟我闺蜜逛街呢。哦，对了，我今天晚上不回家了，我在外面住了。我挂了哦，拜拜。请直说。我们都用心爱过，可惜在爱里好风景。你这是去哪啊？你这几天早出晚归，坦白跟我说，你是不是遇到喜欢的人了？算是吧。从浪漫到相守，如果你单纯因为感觉淡了而离开，同样有一天也会因为感觉而重蹈覆辙。我们分手。分手？郭轩，你当初是怎么答应我的？我虽爱你入骨，但绝对不会给你第二次机会。那你今天必须要给我一个解释。应该是你欠我一个解释。我曾经全力以赴地对你好，在我的眼里，我除了你什么都没有，哪怕你背着我。但是现在，我不想再当那个傻子了。亲爱的，对不起，我只是犯了所有女人都会犯的错误，我还是爱你的。从你忍心伤害我的那一刻起，我就知道你从来都没有在乎过我的感受。哦，对了，收回你刚刚的那一句话，因为你代表不了所有的女性。我希望你不要把我们的故事讲给下一个人听。